菲律宾携带着前场准绝杀赢球的气势，在琼斯杯最后一天交手西亚强权伊朗。就算人高马大的中东硬汉Yusuf拦下轻松的空中作业放进两分，但大学联赛冠军队雅典耀蓝鹰也不气馁。 Matthew Nieto 弧顶三分，还以颜色，开赛两军五五破的攻势互不相让。而俗话说，兄弟连心，其利断金。第二节开始 ，Nieto 双胞胎联手出击，队长哥哥 Michael 埋伏在左底送上三分冷箭，轻松惬意。接下来更是真正的兄弟连线，弟弟 Matt 助攻给到 Mike 手中，三分外线 catch and shoot 一气呵成，双胞胎带领菲律宾打出一波17-5的攻势，半场。 39-31取得领先，但是这老虎不发威，可别把它当顶猫。6胜1败，并列第一的伊朗，第三节动真格，要比三分球 ，OK OK。 Russell 开火连飙两颗三分弹，示威宣告大战开始。不用多说，得分王 Wahid 更是主要炮火，弧顶出手 ，Bingo！ 单节独拿11分的勇猛表现，带领伊朗54-50逆转战局。 尽管菲律宾不屈不挠，决胜节一路紧咬，个位数分差。倒数16秒，只有4分落后的情况下，菲国军团试图祭出犯规战术，谁知道西洋强权早就算好，流畅传导就算想犯也犯不到。外围持球的 Wahid 靠近中场的超远距离，随手拔起也能投进，我的老天鹅啊！ 全场开分 ，Fahid 飙进全场最高26分，砍进7颗三分球，更占了全队11颗的一半以上。伊朗最终70-63撂倒菲律宾，本届琼斯杯拿下7胜1败的成绩。外电新闻综合报道。